录紧。再见萤火虫之后，萤火虫你又会想起啲乜嘢啊？萤火虫喺广东话入面又有人嗌佢做放光虫，佢系甲虫都食亚目下嘅一个科，包含咗超过2000种物种咁多噶，主要分布喺温带同埋热带嘅地区。他们从如其名，最出名的特征就是很多成虫都懂发光。我不是想说这些啊。那你问我想起萤火虫会想起什么吗？我没有答错啊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晚会站在这里的？做司仪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终于可以做到周年表演的司仪的。是的，明白你的心情的。但是做司仪是不是应该介绍回下一个节目呢？是，但是下一个节目跟萤火虫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真的不知道的？唉，算了算了，等我说。萤火虫的英文是 Firefly。 哦，那以下下来呢，合唱团就会为我们唱出两首曲目，第一首歌就叫做 Firefly， 第二首歌就叫做 Song of Sharing。 有请何善仪老师、林少辉老师指挥，容子津老师伴奏和合唱团。
Thank you.